松本夜市这边人山人海，今天的主题什么呢？来，主题开始前呢，订阅、分享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。来，今天的主题是1000块夜市吃喝玩乐四个主题，可以做什么事呢？那边小友在知道。好，今天的主题是吃喝玩乐。现在时间是6点。今天的主题是吃喝玩乐这个主题。来，第一个是，我先来吃个东西，这样才可以喝玩乐。剩下3个，来。你要吃什么呢？这边美食大米汤，美食大米汤圆，真的不知道要选择什么。别的呢？这边有牛奶棒，还有新疆牛肉串，很好吃，我从小最爱的吃的。来，下一个观众朋友，先来到主播间这边，来上个 TV， 欢迎关追踪、订阅、关注、开启小铃铛。帮助弱势，爱心。好嘞，竹北夜市这边琳琅满目，美食大鱼当前，你真的不知道你要选择什么东西，真的是太美味、太好吃了。来，这边有粉肠，来自大甲的。我们这边有小吃烧麦，还有鱿鱼圈，非常的好吃。我现在肚子非常非常的饿，我的心脏咕噜咕噜咕噜。来，第二届的主题，四个主题，吃喝玩乐在竹北夜市。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，心动了没？肚子饿了没？我比较喜欢。OK， 越来越好玩。美食大敌当前，真的不知道选择什么样的食物的时候呢？这个时候呢，我就可以叫一段。哦，当我指到哪里的时候，我就要吃到哪里。来，我姑妈哥弟弟啊，大家。哦，我要吃的是主餐，这个是点心袋，主餐在前面，主餐在前面。好，不要讲，湖北夜市它。一开始是在光明教路那边，在十几年前在光明教路那边，我读高中的时候，那后面呢这边就迁到环北路，那一开始是在对面，后来就在这边。像湖北夜市越晚人山人海，人山人海，人越晚，现在时间越晚，人潮越多。时间越晚，人潮越多，湖北夜市越热闹。湖北夜市大发展，人民也大发展，对，对，这个。逛竹北夜市，不只是只有吃吃喝喝，我们这边也有3C的用品，有需求3C用品的朋友们，哦，这边也可以来选购。老板，这边有 iPhone 13的产品吗？有。iPhone 13的产品，哦，这位果粉们，哦，如果有缺 iPhone 13的相关产品的话，可以来竹北夜市找这位老板，哦，要多多捧场，知道吗？好。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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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吃饱饭后一定要来玩，吃喝玩乐，这是包括这个玩的部分啊。吃完之后一定要打打手枪，打打机关枪。然后你花个钱打打手枪，打打机关枪，还可以有娃娃可以玩，一举两得，说对不对？没错。好，待会吃完饭之后过来玩。好。打打手枪，打打机关枪之后呢，还有飞镖可以射，飞镖对不对？对，飞镖可以射。
在直播是不是？还没有直播。我不在直播。对，我是 YT 直播主，那个 YT 那个创作者，是要推销你们资本夜市。对，玩一下，玩一下。对，我们生意兴隆，财源滚滚。陪你玩一下，陪你玩一下。我们要吃饱，吃饱运动一下，吃饱运动一下，你不运动不行啊。这运动会跟我一样胖了，没有运动会跟我一样胖啊。没有运动就不要装了，就不要装了。来来来，老师，再不玩一下吗？待会儿，待会儿再过来。逛资本夜市呢，一家大小呢也可以，这小朋友不乖，来这边可以带他打灯出来，打一打呢，还有玩具可以玩，还有奖品可以换。这小朋友不乖就把刀。哎，帮我介绍大鱿鱼，这家很好吃的。哦，这个是我从高中吃到现在的，但是我们要先吃主餐，主餐，主餐，主餐。他们还没到主餐，这个都点心嘞。来到了，哦，肚子好饿，好兴奋，来到资本夜市这边主餐区，这边有牛排、火锅，还有蚵仔煎，还有蒙古烤肉。哦，我看到蒙古烤肉，对吧？我高中吃到现在，非常好吃。鸡蛋，海苔口味。茶口味，好吃咖，可丽饼，看到了天籁之音，蓝牙双耳加太空舱，这个只要冷霸扣，哦，上面都是灰尘，我挑下面一点，挑下面的。哦，下面的灰尘也是蛮多的，那我就是第二个就好。哦，加加马北北冷霸扣。哦，最后在这边做一个总结，就是竹北夜市这边呢，最后买到一个纪念品，这个黄金手链，我觉得这个还不错，价值连城。好，那因为竹北夜市的它的食安，其实让我觉得有点小小的风险，因为肯定有遇过遭遇，所以待会呢我就不会在这边直接吃了，就直接在外面吃了，这边小吃没问题。好，谢谢收看关注，谢谢。